那先生要来计时开始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前面小朋友好开心，高不高兴？好大声啊、哦，高兴啊、哦！后面的来宾也应该都听得到。哇、哦，那好大声啊、哦，吓我一跳呢。好，正式要启动呢，我在这边呢要向各位来宣导几项安全的事项哦。啊，因为在学习当中啊，不能够趴打车厢，头、手、脸部要伸出窗外，啊，以免发生危险。以及车上来宾不能够站在椅子上面，啊，因为这个重心太高，啊，如果紧急刹车，很容易跌倒。好，最后呢，左边有你们。